Bismillah, 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wa man tabi'ahum bi ihsan ila yaumintin.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评委室为您播出的伊斯兰访谈节目。 本期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特邀嘉宾是李贤福老师。 Assalamualaikum李老师。 Waalaikumsala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伊斯兰教指导人们成为一伙真正的民族， 不偏左也不偏右，当面对一些分歧的问题或者是面对有一些争议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采取一种尊重的态度，采取一种综合的态度。听高伟大的阿拉斯哈纳达拉曾在古兰经当中这样告诫我们。就这样，我让你们成为一伙真正的民族。本期节目由李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伊斯兰的真正之道。李老师。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rrabbilalamin.والعاقبة للمنتقين.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 المرسلين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أما بع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祝福我们的先知及其家属和所有的弟子们身。现在在西方的媒体当中，在他们的媒体当中啊，经常提到伊斯兰教。 提到伊斯兰教的时候，经常会说一种恐怖，这个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在他们那种概念当中，就现在呢，给人一种印象呢，就好像伊斯兰和这个恐怖、爆炸呀，和这种这个凶杀密不可分的，以至于很多人对伊斯兰教有这样那种偏见，有这样那的一种误解。那么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伊斯兰的经典，看看伊斯兰教的根本大法，看看伊斯兰教的宪法。 那就是古兰经，那么古兰经是怎么说的？如果古兰经就号召我们的是暴力恐怖，那么伊斯兰教就是暴力恐怖。假如伊斯兰教没有号召暴力恐怖的话，那么那些媒体说伊斯兰教是恐怖的，那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古兰经怎么说呢？就像你刚才念的那段经文 ，وَكَذَلِكَ جَعَلْنَاكُمْ أُمَّةً وَسُطًا لِتَكُونُوا شُهَدَاءَ عَلَى النَّاسِ وَيَكُونَ رَسُولُ عَلَيْكُمْ شَهِيدًا 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就这样，我使你们成为一个忠正的民族，以便你们对世人成为见证者，而使者成为你们的见证者。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是 ummatan wasatan， 忠正的民族 wasatan 这个词。那么 wasatan 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翻译成？ 忠正的民族了，因为经注学家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沃萨坦，沃萨坦从个字面上讲，它就是居中的，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居中的，叫沃萨坦。而经注学家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说是 ahlu dini wasat bayla ulum wa taksir liannahuma mazmumani fi dini， 所谓这个沃萨坦的民族，就是说又不怠慢。 又不过激，是于二者之间的，因为无论是怠慢，无论是过激，在宗教方面都是被责备的。那么这个民族呢，它就是通俗来说啊，就是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走中间道。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把它翻译成，当然有中庸的一种翻译，还有一个中间的一种翻译。那么我们把它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中正的民族，以至于我们伊斯兰教实际上在。 各个方面，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忠正的民族，而伊斯兰教是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忠正的这种号召忠正的这种做法。所以，阿兹哈的长老沙伊哈姆塔伊，他这样说：“伊斯兰，伊斯兰教就是忠正的。这个伊斯兰教，它整个都是忠正的，忠正贯穿着整个伊斯兰教。那么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说忠正贯穿着整个伊斯兰教呢？” 在摩安法嘎提这本经当中讲，伊斯兰教，它是一种功修，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建设和治理大地，不是说只是一方面的，而是各个方面都包括的。那么说伊斯兰教是功修，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伊斯兰教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学习伊斯兰法的时候，首先要讲的是念礼斋课朝，
念你斋客朝，念清真言，坐真言，礼就是礼拜，斋，供斋的斋，课，缴纳天课，朝就是朝觐，就是伊斯兰教五功。就是任何人学习伊斯兰教法的时候，首先要学习五功，五功不学习，那社会交往、家庭事务这些呢，就放在一边。首先学习宗教功修，没有宗教功修就不叫伊斯兰教。伟大的就是在中国的古兰经中这样说：“我玛哈拉克的金呢，我的印塞印那里亚布杜尼，我创造人和精灵只为了拜我。”伊斯兰教是一种 ibadah 的一种功修，没有功修的话，就没有伊斯兰教。另外，我们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它提倡的是一种美德，让穆斯林要具备这个高尚的品德，因为。先知圣的拉华利有圣的们他说我意思都你我探明白那卡里曼的赫拉迪我被派遣就是为了完美高尚的品德的他被派遣的这种宗旨和目的何在呢为了完善高尚的品德让穆斯林都具有品德高尚的品德所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品德先知圣的拉华利有圣的们还这么说就是信仰最好的信士就是品德最好的啊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作为穆斯林的话应该说是信仰最好的可能是礼拜最多的斋奉的最多的交天课交纳的最多的朝觐次数最多的但是先知桑纳拉华的有三纳跟我们做定义的时候不是说这些做的多他就是一个好信士而是最好的信士是信仰最完美的信士是道德品质最好的最高的这种人对也就是说伊斯兰教是重视道德培养的对如果不重视的话他在这里不可能把道德和信仰相结合而且不但把道德和信仰相结合而且说是信仰最完美的就是道德就是说水平最高的道德就代表了你的信仰对你的道德的是否完美就代表你的信仰完美从这一方面讲了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你看先知桑德拉斯莱曼无论在麦加无论在麦地那所号召人们呢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宗教功修之外号召人们呢就是要具备高尚的美德让人要重视道德所以我们说伊斯兰教又是一种道德另外一个呢伊斯兰教呢它还是一种建设和治理大地为什么说伊斯兰是建设和治理大地咱们还要凭经典来说这个事实因为经典上这么说印尼加艾伦是奥拉的海利法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里面的一段经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确实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那么真主苏布哈拉和塔拉当初准备创造人类的时候询问过天使或者是通知过天使我要在大地上创造一个人这个天使很不理解我们就可以敬拜你我们就可以向你叩头啊在你亲近啊你不需要创造这么一个人人有时候会犯错人有时候还会这个做一些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真主要说是印尼加印的菲拉的海利法我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呢作为海利法的人代治者代理真主治理大地治理大地建设大地这是伊斯兰教的任务之一这也是真主创造人的一个宗旨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伊斯兰教就是一种建设和治理大地你看它不是一个己所急救的它不是光是一种宗教功修它也不光是一种美德而其他的没有了它也不光是一种建设大力三者要结合到一起这就是伊斯兰教它是完整的是一种中正的宗教这也所谓是伊斯兰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之一对伊斯兰教要求个人那么要具备一定的功修具备一定的美德还要对这个家人那家人有一系列这种教法律例怎样去与家人相处啊与这个邻里怎么相处与社区的人怎么相处与穆斯林怎么相处与非穆斯林怎么相处以及在这个社会当中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伊斯兰教这个国家或者是伊斯兰教这种政权应该是怎样的他都有一系列的规定所以说我们说他是一个中正的名字他不是一个即左即右啊顾及这边不顾及那边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对所以一个穆斯林如果说是在清真寺里面他表现得很虔诚很优秀但是走出了清真寺以后他又说谎又这个坑害他人或者是他去骂别人打别人而且是惹一些是非
那么这个穆斯林呢，他不是一个优秀的穆斯林。优秀的穆斯林是在清真寺里面，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走出清真寺以后，他也是个虔诚的人。他做一些坏事之前，他要想一想，真主在看着他，真主不允许他这样做。无论对穆斯林对非穆斯林，他的体现就是作为穆斯林的那种高尚的那种美德，这样才行，而不是说是伊斯兰教只是要求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一个完完整整的顺从真主的人，走出清真寺以后就成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不是这样要求的。阿拉苏布哈纳塔拉告示众天使说我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的时候，那么这些天使他就知道，如果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或者创造一个人类的话，他们也心里清楚肯定会发生一些流血事件，因为古兰经当中这样叙述，难道你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杀人作恶端端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吗？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但是阿拉既然会创造人类，肯定有自己的目的。对，就所以做一个穆斯林啊，比如说一个穆斯林他这个宗教公修很重视啊，比如说一个家庭的这个家长作为父亲的，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宗教公修，但是他对妻儿老小的这种生活他不闻不问，他成天沉浸在这种宗教公修当中，那么这个是在伊斯兰教看来不是一个合适的，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因为他的这个家庭，他作为父亲他有做父亲的职责，他作为丈夫他有作为丈夫的职责，如果他只是沉浸在宗教公修当中，对妻儿老小不闻不问的话，那么他是失职的，所以伊斯兰教并不提倡这种做法。那么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他只沉浸在自己的宗教公修当中，没有操持家务啊，没有养育教育孩子啊，那么他也是失职的。他宗教公修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他这个在家庭当中他有家庭的这种职责，他必须要有完成他的这种职责，如果这个职责没有完成好，那么他是失职的。还有一个做子女的，那么做子女该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么不光是要完成自己的宗教公修，那么对父母他应该怎么做，对这个家庭他应该怎么做，都是有一些要求的，必须要完成这些，他不完成这些他是失职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顾东而忘了西。对，伊斯兰教不提倡不主张这种。是的啊，所以说是这个也不是说一个人他一味的去办功课，一味虔诚的这个行教们，他就是在伊斯兰教当中是值得嘉奖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要看各个方面，不但他的这种个人功修做好了，他的家庭事务他也弄好了做好了啊，在社会当中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对，这样的人才是伊斯兰教所鼓励的所提倡。感谢李老师为我们的精彩解答。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以后马上回来。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刚才李老师为我们讲解到伊斯兰确实是一种真正的宗教，那么有哪些可以证明呢？比如说伊斯兰重视我们的信仰的教育，重视我们的道德的培养，重视我们对其社会、对其家庭、对其自己个人的重视，那么这不是任何宗教能够体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时常会发现有一些宗教，那么过多的重视自己的这种信仰的升华，而忽视了别人的义务、社会的义务，明显的是走上了一种极端道路。对，而伊斯兰教不是这样的。伊斯兰教反对这个。对，伊斯兰教是让人们在众多的事物当中，每个事物都能够站到位，而且呢，事多事少的都能够完成他所或者是我们所赋予的一些任务。对，所以一个穆斯林如果说是在清真寺里面他表现得很虔诚很优秀，但是走出了清真寺以后他又说谎，又这个坑害他人，或者是他去骂别人打别人，而且是惹一些是非，那么这个穆斯林呢，他不是一个优秀的穆斯林。优秀的穆斯林是在清真寺里面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走出清真寺以后他也是个虔诚的人，他做一些坏事之前他要想一想，真主在看着他，真主不允许他这样做。无论对穆斯林对非穆斯林，他的体现就是作为穆斯林的那种高尚的那种美德，这样才行，而不是说是
伊斯兰教只是要求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一个完完整整的顺从真主的人，走出清真寺以后就成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不是这样要求的。安拉苏布哈纳塔阿拉告示众天使说我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的时候，那么这些天使他就知道，如果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或者创造一个人类的话，他们也心里清楚肯定会发生一些流血事件，因为古兰经当中这样叙述，难道你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杀人作恶端端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吗？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但是阿拉既然会创造人类，肯定有自己的目的。对，就所以说一个穆斯林啊，比如说一个穆斯林，他这个宗教公修很重视啊，比如说一个家庭的这个家长，作为父亲的，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宗教公修，但是他对妻儿老小的这种生活，他不闻不问，他成天沉浸在这种宗教公修当中，那么这个是在伊斯兰教看来不是一个合适的，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因为他在这个家庭，他作为父亲，他有做父亲的职责，他作为丈夫，他有作为丈夫的职责。如果他只是沉浸在宗教公修当中，对妻儿老小不闻不问的话，那么他是失职的，所以伊斯兰教并不提倡这种做法。那么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他只沉浸在自己的宗教公修当中，没有操持家务啊，没有养育教育孩子啊，那么他也是失职的。他宗教公修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他这个在家庭当中，他有家庭的这种职责，他必须要完成他的这种职责。如果这个职责没有完成好，那么他是失职的。还有一个做子女的，那么做子女该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么不光是要完成自己的宗教公修，那么对父母他应该怎么做，对这个家庭他应该怎么做，都是有一些要求的，必须要完成这些。他不完成这些他是失职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顾东而忘了西。对，伊斯兰教不提倡不主张这种。是的啊，所以说是这个，也不是说一个人他一味的去办功课，一位虔诚的这个行教们，他就是在伊斯兰教当中是值得嘉奖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要看各个方面，不但他的这种个人功修做好了，他的家庭事务他也弄好了，做好了啊，在社会当中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对，这样的人才是伊斯兰教所鼓励的，所提倡。是的，伊斯兰鼓励我们在家庭当中成为妻子的好丈夫，成为儿女的好父亲，在社会当中成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在清真寺当中成为阿拉的好仆人。我们看一看圣门弟子是怎么做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的精英，是我们效仿的榜样。因为真主他在古兰经当中表扬过他们，先知萨拉纳回来圣人们也表扬过他们。那么对于圣门弟子他们是怎么做的，有人描述圣门弟子的这种生活，说他们是白天的骑士，夜晚的修士。那么白天干什么呢？白天做他们该做的社会工作，那么战争年代开疆扩土，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那么从平时经商的经商，务农的务农，建设大地。对，那么晚上做什么呢？晚上敬拜真主。所以圣门弟子绝大多数都是晚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那儿这个礼夜兼拜诵读古兰经的。宗教公修与这个社会职责啊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不及左也不及右。对，也就是说成为一个虔诚的仆人，并不是说要抛弃一切事物置之度外，抛弃一切事物，比如说我们的家庭义务，我们妻子儿女的义务，我们社会责任，或者是等等我们的一些要必须要完成的责任，抛弃这些责任，那么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廉或者是虔诚的仆人，这不是阿拉想要的。对对，先知算到那算完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放者，每个人要对他所牧放的要负责，男人对他的这个责任以及他管辖的他要负责，那么女人对他应该这个负责的他要负责。假如说丈夫他的职责他尽到了，妻子他的职责他尽到了，每个人在自己的这种岗位上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了，那么这个社会就和谐完美了。如果说是大家都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天到晚就是什么只是沉浸在宗教公修当中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存在问题的，而是很麻烦的一个社会。先知桑德拉华的一个三德曼在提到善功的时候，他说
إذا مات ابن آدم انقطع عمله إلا من ثلاث صدقة جارية وعلم ينتفع به وولد الصالح يدعو له. 就是人一旦去世，那么他一切善功都终止了。但是三件事情例外，一个呢就是他生前川流不息的施舍，一个呢就是有益于人的知识，第三者就是青年的子女给他做好祖阿姨，为他向真主祈祷。那么沙阿斯拉姆说啊，一个人去世以后啊。 对他有益的是三件事情，一个是施舍，施舍的就是他今世啊，他有钱财以后帮助这个困难的人，有需求的人。这是从经济这个方面来号召穆斯林要多施舍。这个施舍呢，是对自己有益的，有益以至于他去世之后，这个益处是源源不断的。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益的知识，无论是宗教知识，无论是这个社会知识，凡是能给 众人带来裨益的，那么这种知识，他去世之后，这种知识仍然对他有益，就好像他在今世啊是别人受益一样的，那么真主在他去世之后，让他在后世受益。这个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穆斯林呢，应该注重这个文化建设，要传授知识，以至于圣训在其他的传说当中讲过，如果人 懂得一门知识，然后对他人隐瞒的话，那么真主要给他戴个火龙头。好的，感谢李老师为我们的精彩解答。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看，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下期节目，谢谢。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